个浓浓披星装，微风吹来丝丝凉，换我快去添衣裳，放下杯我低头想，又见满地秋草黄，心弦波动隐隐唱，柔语轻声诉衷肠。月儿如钩寄相思，西楼寂寞谁独享，一人如梦在何方，孤灯难寐半月光。月儿挂在树梢上，梧桐树下水洋洋，春来时，眼看窗外百花香。
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Yeah.
美国时间本月27日，全球多处将能看到天文奇景超级血月。月球以椭圆形轨道绕行地球，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距地球约 40.6 万公里，而最接近的近地点约 35.7 万公里。当满月，月球又在近地点，即是俗称的超级月亮。因为距离近，这时的月亮看来会比在远地点时大 14%， 亮度增加 30%。 至于月全食，是指地球位于月球和太阳之间，三者连成一线，太阳光无法直射月球，但阳光经过地球大气时，短波的蓝光遭散射，只有长波的红光可以折射入地球阴影，让月面呈现红铜色，俗称血月。美国时间本月27日晚间，超级月亮和月全食血月同时发生。特别大的月亮将呈现诡异神秘的红铜色，这是1900年以来的第六次，下一次要等到2033年。可惜只有美洲、欧洲、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可以看到，台湾已是28日白天无缘得见。不过台湾27日的中秋夜，民众看到的也是在近地点的今年最大满月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